Blackpink Jennie 和防弹少年团 V 在今年五月爆出同游济州岛后，恋爱之说是盛嚣尘上。然而近期在推特上又有骇客陆续丢出两人的交往证据，即两位在美容室露出超甜笑容的对镜自拍曝光后，他们穿着情侣装在家门前和电梯内的亲密同框照也接连被释出。不过这名骇客态度超级反复，一笑向网友呛虾：如果我错到需要被逮捕，那请叫 YGBHit 逮捕我，一下又说不会贴出两人的亲吻照。没想到二日他又马上改变立场，再度加码新的照片，有 Jennie 露出害羞笑容被男子亲吻额头的照片，还有牵手照，以及两人视讯的截图照。骇客甚至还秀出自己的资料夹，暗示里面还有更多两人未曝光的合照。尽管有些小图难以判别是否就是他们本人，但还是引爆讨论。而双方公司依旧是保持沉默，不做回应。由于这已经是两人第四次私密照遭骇客外流，加上日前 Jennie 从美国返韩时被拍到疑似恐慌症发作，让粉丝都超级愤怒，觉得公司太过软弱，不该再放任骇客继续伤害偶像私人生活，要他们必须认真看待处理。